56岁金凯瑞恋爱了，对象是小22岁的菲律宾混血辣模金格贡萨加，两人出席第76届金球奖首度合体亮相。金凯瑞在红毯前大方证实她是我女友，而选择的衣服也都是全身黑色，也算是情侣装的概念。事实上，金凯瑞11月才跟外媒说自己是单身，金格贡萨加曾与他一起演出 Showtime 系列节目，他曾与 Melissa Wilmer、 Lauren Hardy 结婚。2015年9月，前女友卡萨琳娜怀特吞药自杀身亡，此后再也没有谈过恋爱，如今总算走出阴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